分数两个世界的呼吸，对彼此很好奇，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明明就心动的不行。相信两颗终于能敞开的心，所有悲伤都能免疫。我和你一起陷入了爱情的惊喜，悲伤透了的心吻下去，不会再迟疑，彼此眼里交换勇气。尤其是传感器的设计方面，我可以担保目前同类商品市面上还不能做到我们这款产品的精确度的，这也是此类商品的一大亮点。你们准备得很充分，但现在问题在我。董贤，帮我打电话给 BG 的总裁，说我这里出了点状况，看能不能延后几天。嗯。你怎么来了？东贤，就快去忙吧，记得多说些好话。嗯，好的。你们也辛苦了。嗯，走。林总，黄总，年少有为啊！谢谢。啊，江总，顾总，这么巧，又见面了。真是不巧啊，每次我提案你就在场。想必江总早有打算。我们两家公司的定位和目标客户本来就很像，我觉得这样挺好，棋逢对手才有趣嘛。我可没有把你当对手啊，因为我和你不一样。那是当然，你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什么事情都不用亲力亲为，还有家人在后台给你撑腰，不像我们这些穷苦的孩子，根本比不了。我们算是共过事了吧？科林至上是怎么创立的？你比所有员工都还清楚，在这里没有用到我家里一分钱一点资源。江总凭自己本事固然是好事，但也希望这个本事可以用在正道上。怎么回事啊？怎么没亮啊？这个电梯不会是坏了吧？四楼也不算高。哎，我来拿吧，你这个手都没好。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帮我把门打开吧。领导就是领导。这儿怎么这么黑啊？灯呢？别说，很危险。你身上没事吧？你疯了？你都成这个样子，还在关心我？我这是旧衣服，没关系。别动。
顾总，快开车门。不用喷了，小心。怎么了，顾总？那个粘在头发上了。粘在哪儿？上面，在前面一点。嗯，我来吧。 去哪儿？送她回家吧。哦，好的。顾总，谢谢你啊！等我把衣服洗干净了，就还给你。好，双娇。 衣服怎么湿了？我被人泼了脏水，不过没事。怎么没事了？着凉怎么办？啊？顾总，双娇只不过上个班，用不着受这样的罪吧？陆贤，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她是我的员工，她受了委屈，我自然会替她讨回公道，不劳你费心。顾总说的好容易啊，替她讨回公道，然后湿着衣服回来。 你在这里多纠缠一会儿，他就多难受一会儿。走，双娇，这碗姜汤趁热喝了。啊，谢谢。唉，头发要快点擦干。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好了，谢谢你。叔叔和俊杰都不在家。 邻居帮忙，天经地义的。你这么辛苦，叔叔知道会心疼的。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爸，我爸和俊杰都不知道我在科林智商工作的事儿。你考不考虑离开这家公司？为什么？你那个顾总不太正常。 于公于私和他接触太多，对你都没有好处。你跟我们顾总才见过几次面啊，你就知道他不正常了。我去吧。 你怎么还在啊？我怎么在这儿？似乎不用跟你解释吧？倒是顾总，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来了也不用向你解释吧，这又不是你家。是双娇。顾总，你怎么来了？你将他怎么喝这么久还没喝完？啊，差不多喝好了。那。这什么？你被泼湿算是工伤，这是给你的补偿。可是。公司福利。谢谢顾总。顾总对员工真是细致入微啊。 不是他领导我对员工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那个，我差不多时间该去休息了，你们要不就……他姜汤喝的也差不多了。
你还不走吗？顾总的衣服和面膜也送完了，也该走了吧。好，那我们一起走吧。行。行。白色很适合你，不要弄脏了。敲门。双娇，早上好。早。嚯，这衣服够漂亮的。谢谢，这衣服你见过了，昨天顾总给我买的。我是说人漂亮，这衣服吧，一般。哦，好吧，那我去上班了，我要迟到了。嗯，拜拜。拜拜。吃。我让你乱走。哎。